青春是人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时期。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连续五天把镜头对准青年人，我们把最鲜活的青春影像展现给大家。青春有可能肤浅、单纯，甚至是稚嫩青涩，但是青春总是奔放向上，充满活力，闪闪发光的。为什么会这样？可能是因为青春是做梦的季节，而梦想是青春的动力和翅膀。2011年的一个早上，中南大学大三学生刘璐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梳洗停当，然而他今天的计划并不是去图书馆看书，也不是去教室上课，而是乘坐一班飞往美国芝加哥的班机。因为那里正有12位美国著名的数学家和教授学者，期待着这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中国大男孩前去受到解惑。在美国逻辑与符号杂志编辑部，代表了美国数理逻辑最高水平的学者和教授们正对一篇从中国发来的学术信件产生浓厚的兴趣。这份学术论文试图解决的是数理逻辑界悬而未决的世纪大难题——西塔潘猜想。西塔潘，这位英国数学天才离世前留下了这个著名的数学猜想，他在晚年曾努力尝试打开这把谜题之锁，却以失败收场，含恨而终。由于西塔潘猜想的解决将对反推数学和计算性理论产生重要影响，在西塔潘离世后的十几年里，诸多数学家为此费尽心机。在飞往美国的班机上，刘璐既忐忑又兴奋，这是他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受邀做学术报告。然而对于刘璐来说，推理演算是一回事，要把自己的思路向别人讲明白那是另一回事。有的概念是你自己构造出来的，所以解释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格外要小心，尤其是你是从中国来的，你母语不是英语。2011年9月16号，美国芝加哥大学数理逻辑学术会议聚集了该领域内重量级的专家学者，他们期待解开一个悬念，那就是看看这个来自中国的小伙子如何解开困扰了他们十多年的西塔潘猜想之谜。刘璐虽然他从小就有一个数学梦，然而他的数学成绩总是差强人意。我说句心里话，我觉得这个成绩并不能代表我的真正的数学水平。数学成绩平平并没有阻碍刘璐的数学梦，他常常把时间花在读书上，因此刘璐很早就知道在数理逻辑领域有一个重要命题——西塔潘猜想。2010年一个秋日的午后，长沙这座城市依然沉浸在燥热之中，正像一个苹果砸到牛顿头上一样，一个瞬间迸发的灵感砸中了正在中南大学图书馆里读书的刘璐。然后发现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恰好能够解决这个西塔潘这个猜想。一把突如其来的灵感之药真的能打开这把困住了不少数学家的谜题之锁吗？刘璐开始一遍一遍的演算，一次一次的尝试。当美国数理逻辑权威刊物《符号逻辑》杂志收到这篇中国学生用英文写完的论文，该杂志编辑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邓尼斯·汉斯·杰夫德感到异常震惊。他们最终决定邀请这个大男孩参加美国规格最高的数理逻辑学术会议。面对众多的惊愕和疑惑，刘璐大胆说出了自己的答案，可以说是否定了他的猜想。西塔潘错了。刘璐用一套完美的演算和缜密的推理，为这个悬而未决的数理逻辑大猜想画上了句号。邓尼斯·汉斯·杰夫德教授感叹道：“我是过去众多研究该问题而无果者之一，请接受我对你令人赞叹的惊奇的成果的祝贺。”
美国数学界在这一天记住的，不仅是西塔潘猜想的完美解答，更是这个来自大洋彼岸、看起来有些小腼腆、心里藏着些大梦想的中国男孩。不出所料，刘璐回国后不久就收到了自己向往已久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学位录取通知书。与此同时，刘璐的美国之行也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轰动。中国科学院李邦和、丁夏奇、林群三位院士分别向教育部写信推荐，请予破格录取刘璐为研究生，并建议教育部有关部门立即采取特殊措施，加强对其学术方面的培养。走还是留，对于刘璐来说是一个艰难的抉择。美国著名学府加州大学已经抛出了橄榄枝，祖国又对自己如此重视，该如何选择呢？人才对于中南大学校长张瑶学来说是最宝贵的财富。张瑶学校长找到了刘璐，但他并没有强求刘璐的去留，而是告诫他保持淡定的心态，鼓励他不要放弃追逐梦想。像刘璐，如果他没有一个喜欢做科学家的梦想，做科学家的梦想，那他就不要做了。我说你可以出国，你也可以去干别的。我觉得人生的选择应该交给他自己。经过艰难的抉择，刘璐终于给出了答案，留下来。2012年3月，在张校长的努力下，刘璐破格被聘为正教授级研究员。这条消息在国内引起巨大轰动，很多媒体报道时都采用了这样的标题：刘璐，中国最年轻的教授。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最年轻的教授被认为是著名外交家、书法家叶公超先生，他于1927年担任教授一职，时年23岁，而刘璐22岁被聘为教授，打破了这一记录。此外，他也是中国第一个大学没毕业就成为教授的人。2012年3月31号晚，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刘璐与美籍华裔天文学家马中佩、羽毛球世界冠军林丹等11人一起摘取了影响世界华人奖杯。一直在关注刘璐成长的张瑶学校长告诉我们，年轻人的梦想犹如娇弱的花蕾，一旦受到庇护和灌溉，必然开出美艳的未来。年轻人处在一个踏进社会的一个起步阶段，你如果去帮助他一下，不能说每个人都成功，但是中间有人会成功。我不能说他在中南大学成功，他不管在哪个领域成功，都是中国人的成功。是帮助每一个人完成梦想，才能完成国家的梦想。2012年，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有很多年轻的身影为中国梦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沈九上天了，他为中国建设自己的太空家园迈出坚实的一步。蛟龙入海了，他为中国海底资源调查和科学研究提供重要支持。这些对于浙江省江山市峡口镇走出来的农民徐斌来说都有触动，而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别让父亲把自己的飞机砸了。1975年出生的徐斌在乡间田地上长大，当徐斌20岁的时候，他第一次说出自己的梦想是造飞机，很多人都笑了。他们都觉得好像我只是在开玩笑一样的，就可能是说说而已吧。做出来他也会也是这么想的，这东西你还能飞起来？
这天对徐斌来说又是特别的一天，经过他不断改良的新飞机就要试飞了。如果试飞成功了，将有可能改变父亲和妻子对自己的看法；如果失败了，他将面对洪水般的嘲讽与指责。十多年来，为了造飞机而经受的酸甜苦辣，一幕一幕像演电影一样，在他的心里回忆起来。父亲原本对徐斌充满期望，但绝对不是造飞机那么不靠谱的事儿，而是想让他成为一个好的钳工。因为徐斌的父亲有一家很小的工厂，靠制造轴承管件来维持生计。徐斌在检测每一个细节的时候都很细心，徐斌还找了许多朋友来帮忙。他一定要飞起来，让父亲仰起头高看自己一次。安装螺旋桨的时候，徐斌格外认真。他多次跟记者提到，一颗螺丝一条命，连接螺旋桨和机身的部位承重就在一颗螺丝上，如果这颗螺丝断了，就是机毁人亡。一个自行车把手，这是飞机的操控装置；一个塑料大油桶，是飞机的全部动力来源；一条简易安全带，这是我们唯一能看到的安全设备。每次问及安全，徐斌总会想起自己的妻子和女儿。2009年6月，一个小生命降生在这个家庭，然而一天天长大的女儿竟然无法像别的孩子那样站起来走路，智力发育也慢了许多。老她好像一个非常遥远的一个字，好像突然间出现在我们家面前的。妻子带着孩子四处求医，徐斌沉默了，把自己关在家里，更是一门心思造飞机。家里的小厂子关门了，父亲一改过去对徐斌的宽容，几次都要砸掉那架被称作飞机的自行车。我不允许他搞，我是要把他砸掉的，我这搞了70位，厂子不停掉。父亲不明白，妻子也不明白，徐斌想为女儿造一双翅膀。妻子说，别再做梦了，你要飞得起来，女儿都会走路了。飞机组装停当，徐斌也再三检查，应该可以飞了。发动机的轰鸣和螺旋翼卷起的尘土，把所有人的心纠结在了一起。第一次尝试失败了，在这十多年里，徐斌已经遭遇了太多的失败。妻子每次都会说，平安回来就好。我不想让他增加心理负担，让他安，就是既然他已经要选择这条路，我也只能让他比较，就是说不要有太多的那种杂念，他心里现在也应该清楚这个事情有多危险啊，他的压力也很大。徐斌说，压力可以转化为动力，其实风的阻力也可以转化为上升力。刚才试飞失败了，是因为风向不对，迎风飞翔反而更容易起飞。一切准备妥当，徐斌要迎着风吹来的方向起飞了。那激动是很激动，非常激动，确实觉得他很能干，很了不起，自豪啊。我觉得心脏的东西比较多。徐斌的梦实现了，他在天上看到了美丽的家乡土地，看到了山外的世界，看到了梦的方向。对没有梦想来说，我觉得生活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自己很渺小，那种就小小个的那种样子，我觉得哎呀，自己是不是不够强大。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飞机飞起来那一刻，我觉得我真的是长大了。
只要有梦，就可以活得精彩。刘璐在她22岁那年，向她儿时的梦想迈进了一大步，但是这不是终结，这只是梦的开始。徐斌呢，怀揣着那个受尽嘲讽、几近荒诞的飞机梦，走过了10多年的辛酸之路。但是当他翱翔云端、回望大地的那一刻，他体验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生风景。年轻人，如果你的生活有时烦躁、有时迷茫，回忆一下你儿时的梦想，找找活在我们身边的榜样。人生的路应该指向梦想的方向。我是卢一鸣，明天见。